身。你说什么？刻不容缓。这里的烈火将你烧成灰烬。出发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。只顾你的要害，刻不容缓。新鲜的，哼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。让这里的烈火将你烧成灰烬，誓言消失了。我的心灵变得更加浩瀚。没问题。祭坛很快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。你们得快点占领祭坛。刻不容缓。听从绿鸦王的号令，占领祭坛。守墓者的末日降临了，月牙王，你注定要灭亡，这就是你在万象界域的下场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。时候未到，
做好准备。出现了，快去启动他们。保卫这片大地，众灵助我，英雄动作快，别让守墓者的手下抢先一步占领祭坛。该怎么让我们面对灵之武？各位英雄，你们做得很好，让守墓者借助我的力量。压我，这没有你的荣幸之处。好的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，就要到了。强大的魔咒，
我的时候未到。众灵指引我们。烈火将你烧成灰烬。就要出现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了一座通道，能传送到战场中心。好好努力。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根本难不倒我。我也开启了一座通道。别让我失望，让我会用这里的力量来对付你。绝不指望朝你的核心开火摧毁它。你注定要灭亡，这就是你在万象界域的下场。这是我的地盘，听见了吗？我是这里唯一的统治者。听从主人的呼唤。就要出现了，快准备行动。这座塔是我的家，这就叫物归原主。朋友，做得好。我们控制了所有的塔，快炮轰守墓者。英雄就是现在，将祭坛献给你。起来吧，祭坛是我们的，给守墓者开火。植入共生体，强化了。